我心里想，哎、欸、嘿，我的好运来了，殊不知，谢谢啊、喔。我今天开了两单，抽到传家宝。啊，那是你把我传家宝抽走的，郭靖。结果我就拿去换那个。我叫你发拼命说。我就拿去换天际线。天际线哦、喔，不需要玩天际线哦、喔，但我其实我不太玩天际线。天际线也难玩。嗯，因为他天际线真的不会玩。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很会聊天的，很会聊天的人、欸。没办法，因为我自己不太会聊天，我感觉我有社交障碍。我瞄不到人。可以啊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现在排那么久、啊，可能受气又爆炸了吧？下一张地图是什么、啊？下一张地图是残月。我换个那个好了，看一下东京二。要多聊天，邀你们啊！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、啊、我就是不太会聊天呢、啊。你看，我是很想加入他们的话题的，但是就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感觉，等下我蹦出一句：“哎啊，你不觉得那个传家宝很好？另外一个传家宝比较好看吗？”他直接傻眼，他可能嘴巴张很大，说：“哇靠！”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对，真的，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夸奖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，就是哦，不会这种，哇，你真的很强哎，说，我只会说 nice， 然后只会说玩得好哎，然后还有，还有什么？不过打得好，打得好，但我不会说。欸、你真的很强、欸。他的分数跟降低的分数跟提高的分数不是成比例的。哎、欸，对不起啊，这局积分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这局很不好爬。对，非常不好爬，不是很不好爬。哎、欸，我操！啊，我会一直闪退，要怎么跟老板讲啊？啊，对啊，直接傻眼。可以啊，啊，嗯。你巨强，真的，你枪法。黄龙会唱歌吗？一般不会到高手级的，但一般是会唱歌。你枪法一流，对，哼个一首歌。我感觉你就是个天生的职业选手，你去唱个职业队吧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